地质法还是终究闯关成功。尽管呢，有乡镇市长说要用选票给马总统好看，还要串联哦宋楚瑜担任基层总顾问。不过呢，马总统显然还是心情大好。总统说，这一次地质法闯关成功，证明团结力量大。王金平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才是一个党。在动唱，好嗨呀！地质法在拳头和扭打中顺利闯关，感谢党内立委这么卖力，马主席眉开眼笑。我们做得不好的，请各位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改，我们会变。请我们看到昨天我们国民党在立法院呢，非常的团结。黄院长讲了一句话，那这才像一个党。对了，我们这样团结奋斗，能够把国家推上一个改革进步的道路。临时会前一天，马总统跟党籍立委吃饭，金溥聪当天一早就到党团拜票护庄，加上还有王金平声东击西的策略战法，果真团结力量大。我看到有法国的组织在呼吁啊，海地欠了很多的外债，其中呢有一部分是欠我们中华民国，不是欠我们政府，是欠我们的银行的。他希望呢我们能不能够来减少或者甚至免除他这些债务。我已经让外交部啊去做必要的检讨，看用什么方式呢能够帮助海地度过这个难关。援助海地应变得更迅速，地质法闯关成功，马总统连要外交部重新检讨，照样笑眯眯地说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